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获利方程式》节目现场，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哦。昨天我们跟大家预告到说，昨天那个利用非经济面政治老盘的一个因素的一个短波的一个下杀，很可能是一个右短空准备嘎短空的一个盘势格局哦。啊，就礼拜五收盘，中场以上涨60点做收，而且盘中一度来到大涨96点，将近是8点左右的一个价差哦。那由于这个礼拜五从周线变盘转折交到低点后，那我认为顶多礼拜一再震荡一下，这盘市格局下周有一个比较明显攻击向上变盘转折的一个机会哈。昨天刘老师跟大家讲到加权指数，利用那个急杀向下的一个机会哈。我的会员朋友一大早来打电话进来哈，刚好我请他们挂单，就是我的资产管理会员就是一组20口，20口就请他们挂单哈。我们就是9550就挂进去买了哈。那大家开始布局的时候都觉得心惊胆跳的，因为真的昨天那个盘势格局杀得莫名其妙。好，我想投资朋友在昨天那种恐慌气氛当中，好，那一定是觉得说这盘到底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可是刘老师告诉大家是说，我们是因为乖离买讯已经出现了哈，那原本也预设如果昨天的一个转折低点就要进场买进流仓哈。那今天盘中最高点一度来到9649点。好，我昨天在请我的会员朋友挂单的时候，我就请他们直接挂9650。我认为昨天尾盘就会拉，或者是今天一定会让我们看到9650。结果今天因为挂单挂得太准，我在盘中也是预挂哦，在9650点。因为有的时候又因为挂得太准哦，就是差一点点，那没有去让那个我们短线的价差多单出到。那我们在12点半就把这一笔昨天9550的价差多单选择在9630，好，再赚80点，先获利了结出场。等到最后一个利空排除之后，我认为这个盘势格局呢，应该就有一个全线偏多布局的机会哈。来，星期二掌握一个80点的向上中长红，那以及今天的这个80点向上中长红，哦，我们是一天的时间又在做这80点价差，好，等于这个礼拜单单是短多单就已经累积了160点哈。昨天加权指数重挫106点，刘老师告诉大家什么？昨天低点是不是9536？好，是不是9536？它有没有破早上的9536，在10点半这个位置点？没有，对不对？好，所以如果投资朋友，如果你会没有手上有刘老师的技术别册的，我们告诉大家什么？来，2点低盘，10点半之前必须破早盘的低点去做确认，否则转片线的右空 ED 承接盘。好，那 ED 承接盘会怎么做？ED 承接盘当天出中长红，或者是隔天的转折出中长红吗？所以老师告诉大家什么？哦，这是进化的开盘八法，是一个右空片线的 ED 承接盘。好，好，所以为什么昨天9550要买多留仓？第二个，因为日线图的指标背离了嘛。好，超低盘开下去，本来10点半也不容易破9536嘛。那分时指标也背离了嘛。再加上以往只要非经济面的利空，往往都是非常好的右空片线洗盘的机会。如果加权指数就是从昨天的转折低档开始布局一个向上喷出，邪恶第五波的向上喷出，那刘老师是不是常跟大家讲，好，有利空的时候掌握赚钱的机会，不要等到这个盘势格局喷出了。这是从3月6号跟大家预告，好，不要等到从6月1号开始15项扬升计划出来了，你再去追，好，最后一棒你去追就是追在10014的。好，刘老师说要去掌握啦，好，这个月我们认为还有喷出公万点的机会。好，心里面你只要学会了技术分析跟基本面分析，像昨天那个买点不是非常好的买点吗？好，那加权指数今天这样的一个收盘，好，刘老师说只剩下礼拜一的时刻，这个是三角形季线的扣底值。好，只有礼拜一的时间跳高扣到这一根高点。好，那所以说下个礼拜的一个上半还有一个小型的短期的顿点，所以我们为什么这里买到2笔的多单，我们先只留一笔，也许还有一个震荡下压的机会。那它当然如果直接上去，那我们再追回来都还 OK 哈。可是过了礼拜一之后，连续一个半月的时间都会扣底在9700点以下，而且至少在下个礼拜回来连续10个交易日，它是连续一路扣底到9470，所以等于什么？除了礼拜一先要震荡之外，
一路就是上钩，会呈现一个助长的力道。好，所以下个礼拜如果有低点，先做一个多头向上反攻的波段。那另外一个变数是这个，好，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好，其实今天晚间是有转折的话，我们数一二三，好，是一个短转折，四五六七八，好，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刚好隔日起算的话，今天晚上其实是有一个多重时间波的变盘转折啦，好，我们等待这个变数真的已经排除了之后，好，再来扩大一个布局。但是下个礼拜按照我们的一个分析，原则上面，好，有任何震荡压回，要类似昨天买九五五零。好，昨天利空买，今天挂在原本挂九六五零，差一点没有成交哈。十二点四十分挂九六三零，全数获利了结。好，一天的时间再累计八十点的价差，已经来到了2110点。好的，这边我们这个盘势格局是这样做的哈。这个礼拜刘老师说，一根长黑破线之后，好，先稍微等待一下，什么时间出手？这个时刻点，刘老师是不是在这个时刻点？请大家一开盘跳高，好，你先赚一根白点以上的中长红。为什么？因为看一下我们技术别册哈，如果你学会多头拇指，就要想办法做多隔天的喷出中长红。如果你学会了 XABC 的洗盘，你要先赚礼拜二的一根白点中长红。好，好，这三组 K 线形态出来了，刘老师告诉大家什么？没有过形态压力嘛，所以都当获利了结，等它震荡下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你这是细圆波的一二三四五浪，那二浪不破定，我们再来买嘛。所以这里获利了结，看它回撤，结果没想到昨天为什么会杀盘？好，我在这一天还告诉大家，因为关键价叫九六五零嘛。那你现货跟期货直接开盘直接破九六五零，是不是容易引发外资的停损卖压？所以昨天为什么现在杀盘？绝对不是远雄的利空，同志们，今天远雄有跌吗？绝对不是连带按富邦的利空，同志们，富邦金今天有跌吗？好，所以昨天为什么洗盘？杀金融，因为破九六五零少外资的停损单，低点下杀到九五五零是让你去布局。刘老师告诉大家什么？来，出现了，好。这一组叫内困三日翻红，三天之内必定再出一根白点中长红，对不对？好，刘老师有没有在礼拜二时间跟你预告内困三日翻红？你至少要再赚礼拜五的一根中长红。好，所以现在只剩下礼拜一的一天季线扣底高值有风险哈。好，未来直到九七五零、九五零就是 W 底成型。好，至少这个第四档落底，接下来站上了九七五零。相信整个向上对称侧幅，就看九五五零嘛，九九五零的嘛，那是过0.618，直接看回升了哈。好，所以前面两个交易日，刘老师在跟大家报告说，加权指数未来的波形，我们讲的三套比较偏空的波形，但是今天再跟大家报告两套，我认为有机会，好，比较乐观一点点的波形哈，来。如果加权指数在这个礼拜的五重周线变盘转折，距离10014是三周，距离这个950三是五周，9775是八周，三角形收敛时它也是13周，8826是21周。好，所以时间波变盘转折要隔周起算，所以这个礼拜的低点也不能空嘛。好，那假设五重转折交代变盘转折低点，那要变盘转折往哪个方向变盘？往上变盘，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有两种波形走势，一种叫做等浪一五等浪，第一波、第五波等浪。那有没有机会走出邪恶第五波的向上喷出嘞？好，同志们，加权指数从9500点三尊头肩大底打了8个月的三尊头肩大底，9500到8500等幅对称，有没有1000点向上的机会？形态学的测量告诉我们说，至少向上1000点啊。好，所以昨天刘老师告诉大家说，转折如果确认了，我们一定要咬住这一波行情，因为上千点、下千点。好，那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礼拜以来、这个月以来，国际股市以及我们台湾股市发生明显的变化。好，来，这是联发科看到366的空头接近之后，到今天为止涨到410了。好，
电子股当中，半导体、IC 设计、联发科大涨了43块钱好，跌了长空13月的绩优电子股，这个礼拜连太阳能也全线反弹涨停板，友达、群创按照刘老师的规划喷出，好，鸿海也喷出了，台积电向下卸行，联发科主升断了。这个月的主轴是什么？加权指数，你觉得五月份向下走？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半导体 IC 设计的领头羊，像联发科，它已经几乎是连涨了3个礼拜了。好，可是所有人都告诉你说，金融股转强了，这是2881的富邦金，反而它慢慢盘整、盘整、盘整、盘整向下3个礼拜了。好，它其实在修正非电族群的正乖离太大，它等待低档区的新线。啊，可是为什么金融类股指数以富邦金为首会稍微休息整理嘞？好，其实刘老师在这个2个礼拜之前就刚刚预告，因为美元指数已经走出 A B 1、2、3、4、5的 C 五波，好，所以 C 五之后就向上急弹了嘛。这5天是美元指数向上急弹，那美元指数转强，告诉你什么？好，如果美元继续走这个样子，等于台币相对的升值的话，那以往如果说台币的升值，以往是会走金融股嘛？好，可是刘老师告诉大家什么？电子因为台币升级的利空先反应过一波了，好，已经率先全部都反应了。可是现在不容易再急杀向下，所以第二阶段它开始反应电子调高平等本益比嘛。好，民国88年台积电供200的时候，当台币升破30块的时候，为什么台积电可以供200，然后让加权指数攻上10393？因为第二阶段先反映完汇损之后，就会开始拉高绩优电子股的本益比向上调升嘛。好，所以这个月的一个主轴是不是美元指数转强，金融会先休息？好，那资金并没有流出台湾，因为台币还是在持续一个相对转折，代表外资没有流出。那台币既然没有流出，资金又持续进驻，那资金又转换往哪里？转往电子股的向上喷出嘛。好，那所以，投资朋友，这次演讲会刘老师也会跟大家讲，前几天都跟大家讲大盘的一个交易策略。好，那今天我们会比较偏向，那股票的交易策略是什么呢？今天讲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刘老师会在礼拜六、礼拜天演讲会跟大家做报告哈。那我认为最乐观的波形哈，投资朋友，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我前几天会跟大家报告到三套比较偏空的波形，因为接下来如果要做多，你只要把这个偏空波形的风险控制住，好，停利停损，好，只要走空的讯号出现了，我们第一个时间就退场，甚至于积极一点可以掌握一个偏空布局。可是只要这个条件不成立，我们就是不是可以大胆全力的安心做多？好，这是电子类股指数，从331涨到这里好像是一个一浪的高点，然后震荡向下，然后来到394是第二波。好，第三波了，好，1、2、3浪，你有没有发现第一波跟第三波仅仅只是等浪？好，那如果等浪的话，第五波是不是容易走扩延波？那要是这里只是一个3:1转3:2，接下来走3:3，全线向上喷出嘞？好，所以加权指数其实是有机会走3:3、5:5，好，刚好搭配加权指数10%的涨跌幅开放。我认为是有邪恶第五波喷出的机会哦，什么意思？我们在演讲会再跟大家报告出我们加权指数的长期波浪形态到底身处在第几波第几浪哈。来，这个礼拜六的早上在新竹，下午在桃园，礼拜天的下午在台北。好，我们会讲到第二季刘老师说跳下羚羊攻万点嘛，好。那问题是衔接到第三季加权指数会不会有变化的风险呢？那我认为就是把加权指数到底是我刚刚已经讲了5套波形，那哪一套呢？好，那只要这个波形一确认，每一个转折都顺势操作，像前面2个月时间，你已经可以操作出1950点，累积到今天为止2110点的价差了。你听得懂刘老师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波形跟大家分析清楚、讲明白哈。好，加权指数已经如同我们预告，由电子发送向上的第三波。其实由鸿海到台积电到联发科，好，如果台积电好，鸿海一定会好嘛。
好，那如果鸿海也走了，台积电也走了，那难道联发科会坏吗？好，那为什么联发科会喷出，以及联发科上游供应链晶豪科今天会喷出涨停板呢？好，其实我认为加权指数从3955上攻到9220，是周线月线长期波浪形态的第一大浪，6609是第二波哈。那我们可以看到3331在这里，3332在这里，3333在这个去年的高点，3334在8501。那理论上面接下来是3支5支5支5哦。好，那所以哪一个波形里面最容易出现一个喷出段，出现邪恶第五波的喷出？24当的平行轨道从3延伸，要一口气把这个波段的测距，甚至于以往的邪恶第五波会冲出轨道之后再回档。那难道不是主升段当中的第五波当中的第五波的第五波吗？那今天有没有电子股、IC 设计、半导体、全线以及即将蓄势待发的测试？好，所以其实我认为，怎么样？这个盘势格局有很多的投资朋友都很简单明了，希望在演讲后问刘老师说：“那刘老师看，问加权指数中期高点在哪里嘛？”啊，我说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回答。那要是长线到五浪先第三波先走完，先回来再第五波嘞，那时间转折你要摆对嘛？好，所以这一场演讲会你千万不要错过哈。那刘老师当初跟大家讲，从6609起涨，因为第一大浪从9220涨395涨到9220，至少涨到5265点嘛。那请问6609第三大浪的最小推升测距在哪里？11870点啊。好，所以中间是有很多转折，然后怎么样去掌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这次会演讲会说清楚讲明白哈。它包含了假设你已经用期货多端已经掌握到160点获利的机会，大概赚32000嘛。那我是不是可以用32000再去掌握一个末端喷出邪恶第五波向喷出的机会？好，你也可以用赚到的一个部分再去拼无风险获利嘛。好，那所以股票期货选择权交易策略是在哪里呢？怎么样去做一个操作呢？好，这次的演讲会刘老师全部都帮大家把策略的原理好，以及我们看好哪些类股自主群，在这次演讲会帮他好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拆解，好吧？好，那时间非常有限哈，那这个第三季的操作就可以跳跃羚羊攻主升段攻万点，好啊。由于场地有限，你一定要把演讲会做预约起来，好吧？休息2分钟之后再回来。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神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鹅牌气密窗，2987-1111。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顾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顾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顾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顾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顾德投顾。淡水最有气质的建筑，天骏，2623-7000。哇哇哇！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全国最大家具馆，很大很好逛，精品家具一次都能买齐。大都会国际。
际家具馆，春季三重送，现正实施中。好，来我们现场，这是刘老师在联发科破底最低点到这个366块钱那天，请大家布局哈，联发科的向上喷出一个主升段的一个机会哈。到今天为止，联发科已经来到410元了，好，而且突破了一个下降压力轨道哈。如果你可以当初在368块钱布进场布局，你10张已经赚了一根涨停板价差，当一年会费全部都回来了哈。好，突破下降压力轨道，我认为可以规划一个向上主升段，怎么规划？那为什么刘老师告诉大家下个礼拜二你要注意哈？可是当联发科这一根关键性的中长红这个时刻点呢？好，其实在13号的时刻点。好，今天有一档股票叫3006的金浩科。好，我们今天早上还是请新进会员朋友加码哈，先把先布涨停。这是前一次刘老师跟他预告的千金之喜小联发科哈。你如果昨天买百万，今天是不是现赚7万？不要等到了金豪科切入苹果供应链的时候，这则消息出来了，你们少赚了一根涨停板。好，今天的这一根放量中长红的一个突破，也正式让这个9万向下空头，好，那结束了。过去有联发科、华亚科、展讯，现在有 Apple 适合一个题材。我想，如果联发科要进入主升段，你资金没有办法去追踪联发科的，刘老师当初在5月13号是不是跟大家预告？来，联发科转强会全线带动 IC 设计股这个过去主升段最甜美的主轴，全线的大爆发。好，当5月13号的这一天，这个是25市的联发科，5月13号的这一天，联发科涨停板的时候，你看到联发科涨停，除了358加码的这一笔多单，想办法把它多单之外，如果是我。我会带着我的会员朋友再去加码这档股票，联发科展讯记忆体的供应链，它叫3006金浩科。昨天还是请我的新进会员朋友买。好，今天早上一开盘还是请我的会员朋友42.3再买。那有没有如同我们预告，现买先小联发科3006金浩，现买先喷出一根涨停板，联家军的 IC 设计股今天是不是确认主升段了？过去这一个礼拜刚刚他报告。跌了很深，已经来到低本益比高值，否极泰来的电子股，这里反而有加倍奉还的机会。啊，今天友达又差点喷出涨停，群创盘中差一点攻出涨停，鸿海一根涨停板的价差，金豪科喷出涨停，联发科的一根涨停板的价差，这是不是全部刘老师事先跟大家预告？还有没有机会？刘老师为什么昨天跟大家讲到说？9500点加权指数其实相对一个高风险，如果股票我们要去挑有机会涨5成1倍的机会，指数你按照刘老师的波形顺势帮他操作，好。那关于其他的一个类型，其他的一个个股，刘老师说，欢迎大家掌握我们的演讲会哈。台积电已经做出向下楔形了哈。鸿海昨天刘老师告诉大家不要追了哈。这张持股诊断表，每一档股票从友达。好，从金豪科，好，从这个群创，每一档股票全部都是刘老师从月初就一路帮他追踪到现在。好，其中还有好几档，5档涨停刘老师已经公开了，其他2档我保留给演讲会的一个会员朋友，好吧？这是鸿海，那5月19号获利了结出清，你有没有发现一卖鸿海已经连续3天没有高点了？好，那这个是群创。昨天告诉大家，测距只有一点点，我们今天是选择把它获利了结了哈。16.8加11.8等于18.6，今天最高点在哪里？18.75。你为什么追18.75嘞？昨天不是都算给你了？这友达你反而可以去加码友达，一突破季线的向上喷出，好，今天反而是相对强势。可是1月21号乌云罩顶，股票还是要掌握卖点。那你？4-5天之前再来买友达，不是可以买到友达的7涨点吗？你今天不是等解套？好，所以就是不论期货，不论股票，不论选择权，不论大盘，把每一档股票跟大盘的波浪位阶全部定位清楚了。梁老师认为，不论是接下来攻万点的行情，有没有机会发展成邪恶第5波所有主升段里面最强势的一波行情？好，那刘老师全部在演讲会
跟大家分享。那没有办法到演讲会的投资朋友，廖老师比照演讲会会场，好，给大家最优惠的演讲专案。那你可以直接洽询廖老师的服务人员，下个礼拜一跟着演讲会会场的一个会员一起进场，预祝大家投资顺利，我们下周再见。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也是门良心的事业，获得投顾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专业的投顾，固德投顾。用心，用心还是用心，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免费资料索取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用心的投顾，固德投顾。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别失意。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专业投资帮助您，拥有期货股票双证照，是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最挺你的投顾，固德投顾。常春藤中学美式寄宿班经美国 WASC 认证，是国外留学最佳跳板，荣获国科会精英计划及美国知名大学入学奖学金，学生托福成绩高达满分120分，招收国一到高三的学生，7月13到8月7号全美语夏令营招生中。我们创业是为了圆梦，留住阿嬷的味道让大家都吃得到，就是我们的梦，创业的梦。创业超不浪漫啊，我们年轻人哪有什么本钱。我在网络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像是教我们申请贷款、创业咨询、找顾问请教，还有讲师上行销课程。现在这些资源被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挺年轻人创业的平台，也可以说是一个挺你圆梦的平台。得公倍啊，我已经找到合格业者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要用高价租我的地，我该每趟周一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真危险哦。有些人小业者会租土地来晃住了灰瓦晦气物，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乱租，地主还要常常巡逻出租的土地，那么会造成的污染，地主还可能被关，而且最多可以罚款300万人。